我是阿发幸福社区的区长，我叫蚂蚁。看看我们这儿的环境怎么样？我是看着居民姐姐的七巧板长大的。我们就把这儿做成临时的活动中心，好不好？好，好极了。你好像是攒了不少的私房钱呐。我最恨的就是别人算计我的金币。金仙子，我要坚守宝藏。还不来呀？来了！哎呦，哎，来了！哎呀，你好，你好！哎呀，记者朋友，欢迎！哎呦，还有你记者，长得真漂亮啊！你好！您是？我是阿发幸福社区的区长，我叫八姨。我叫阿姨妈呀！哎，我叫八蛋。区长，点社区绿色环保方面的建设吧。这建设这，记者朋友们，您看。这就是我们社区正在推广的迷你小蔬菜，现在家家户户都在种植，不仅绿化了空气，而且还为餐桌增加了美味。这是我的主意。是，这能吃吗？当然能吃，你尝尝。绿色环保社区是你提议的，凭什么让八亿抢了风头？他这也是为了宣传绿色环保嘛。哎，你这味道怎么样啊？哎，酸甜可好，挺好吃的。哎，是，记者朋友们，来，我给你们简略的介绍一下，阿巴幸福社区是如何成为一个环保社区的。以前我们社区呀，风沙那叫一个大呀，伸手不见五指啊，你要是出门不扶着墙，你都找不见路。现在我们在山上种了大片大片的森林，天蓝了，草绿了，太阳公公出来了。我还利用风力发电，让孩子们游乐园里的风车转了起来。现在我们阿巴幸福社区就是绿色环保社区的榜样。来，记者朋友们，我们到那边参观。请。干嘛呀你？绿色环保的各项措施都是由阿凡提老师提出的，现在好了，功劳全被八一老爷抢走了，你还跟着瞎起哄。我这不是为了增加曝光率吗？这样的机会多难得呀，万一哪个导演看报纸的时候正好看到我了呢？哎，省省吧，看见你就直接把报纸扔了。八一这么爱宣传，那么让他忙去吧，你们等着看，八姨这样做只会对我们有利。记者朋友们，原来我们社区风沙那叫一个大呀，伸手不见五指，出门走路你要不扶着墙你就找不着路。现在我们在山上种了大片大片的树林，天蓝了，草绿了，太阳公公出来了，我们社区现在就是绿色环保社区的榜样。叔叔，婶婶说你要再不吃东西就真变绿色了。那个，这是我的侄子巴豆。我一直认为环保也要从娃娃抓起，所以我正准备筹建一个儿童活动中心，把他们集中起来学习环保知识，让他们也参与到社区的建设当中来。好。
别动。哎哎哎！什么事笑成这样？别笑了。嗯，儿童活动中心什么时候建吧？哎呀，这是大人的事，小孩子不要管，回家去玩去啊！巴豆，巴豆，我保证，你们一定会有一个漂亮的活动中心的。谢谢阿凡提老师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去玩吧，找婶婶去啊，快去。这个阿凡提啊，嗯，我呢现在是一个名人了，嗯啊，这个各大报纸。啊，都在向我约稿。那你还有时间在这瞎逛？赶紧回去写呀！笑什么？你笑？我明白了，八一老爷，您一定是怕您自己写的东西别人看不懂，所以让阿凡提替您写，对不对？哎，吴阿林，你别说，有时候你还是挺聪明的。你这是损我的吧你？哎，八一老爷啊，他的意思是您的文采很另类，我们看不懂。八一老爷，您现在天天上镜是不是特别累呀？要不这样，我当您的新闻发言人，放心，免费的。我这说正事儿。这个阿凡提啊，你看啊。这些稿子呢，也是为了咱们社区的这个绿色环保建设而写的嘛。你看这个。好啊，我写。我就知道你是个好人，哎，赶紧写，我等着要啊。哎，干嘛？那个山上的树林，该打农药了。打吧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那个农药的钱呢？别提钱。哎呀，一天我这头疼，哎呦，哎呦我这头疼。那算了啊，下次记者们来参观社区的时候，你可别带他们到山上去参观哦。那些虫子被记者们看到了呢。哎呦，不对，不对，你说的对呀，那个山上的树早就该打虫子了，就晚了现在。哎呀。哎呀，叔叔，你不就跟阿凡提老师他们去山上打个农药吗？他们都没事，你怎么就累成这样？巴豆啊，那不是有镜头对着你叔叔吗？所以你叔叔比别人干的都卖力。叔叔，你这是视死如归。胡说，那叫舍生取义。行了行了行了、啊、累了一天了，赶紧睡吧。老婆，你给我弄点热水，我烫着去。八一老爷、啊、路灯坏了。路灯坏了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天黑我不出门。明天下午有人来参观啊。快走。哎呀，哇，哎呀，胖胖，你怎么了？跟霜打的茄子似的。昨晚路灯坏了，我和八一老爷忙了一宿，连换灯泡带擦灯的。哦，阿凡提，够吗？你让八一老爷换了一个人。哎呦，巴豆，你叔叔那是腰，不是电动转椅。哎呦，巴豆啊，你下来，没事都让你做出事来了。哼，都怪你们，这关没过去。老婆，快扶我一把！哎呦，我的腰！谁来了？谁来了？哎呦，今天我休息，谁也不接待。大风车栏目的小石姐姐，还有好几个摄像叔叔。啊！哎呦！快！您讲，您看看我们这环境怎么样啊？哎，这个大风车很像我们的标识哎。对对对，我呀，我从小就喜欢看少儿频道的节目，我是看着居民姐姐的七巧板长大的啊。我不主持七巧板，我主持。啊不不，我知道，您主持的是大风车嘛，小石姐姐，小石姐姐，我就是看着您的节目长大的，我特别喜欢您。哦，您长得比电视上漂亮多了。真的呀，你太会说话了。那以后姐姐经常来，你欢迎不欢迎啊？欢迎欢迎。太好了。小石姐姐，您今天带着这是这样的，我在新闻当中呢看到了，说你们阿巴幸福社区啊要建一个很大很大的儿童活动中心，对不对？
那我们大风车呢是想跟你们合作，然后呢我们派出专业的辅导员辅导这里的孩子，让他们了解更多的有关于环保的知识，让更多的孩子都参与进来，您说好吗？好那我想问问您，您这个活动中心建在哪儿啊？这个我还要再考虑一下啊，慎重一点啊。这个活动中心呢一定要建在一个最好的地方。没错、就是一个不小的工程。您为了那么多的孩子真是煞费苦心。我应该做的。是这样，太谢谢您了。不客气。这样吧，在这个活动中心没建成之前，我们就把这儿做成临时的活动中心，好不好？好极了。八爷，社区的垃圾管理需要。这别跟我提钱，谁提钱我跟谁急。老爷，又怎么了？又来记者了。我不干，我再也不当局长了。你一个我不吃，你一个我不吃，你金币。叔叔，咱们中奖了，天降横财，天上掉馅儿饼。不对，我知道了，这是你婶婶私藏的小金库，私房钱。什么是私房钱？哎呀，就是他把叔叔的金币藏起来，然后叔叔就忘了有这个金币了，这个金币就归他了。婶婶真聪明。聪明什么？他这是充分的利用了我对他的信任，并且背叛了这种信任。老婆，你回来啦。这一下午是不是购物去了？是啊，老爸，我今天看中了一件小马甲，可喜欢，才200个金币。什么？才200个？没问题。可是我没钱。不过你好像是攒了不少的私房钱嘛？我的小金库，你怎么发现的？你是去冰箱里找萝卜吗？在这儿呢。婶婶，不用找了。老爸，这些金币都是我一个的攒出来的，咱们家的钱就是我的钱。你说什么？你生什么气？你凭什么生我气啊？我就是跟你生气。我记得我跟你说过，我最恨的就是别人算计我的金币。老婆，再跟你说一遍，你以后再敢这样，我就把你妈妈叫来。哼，住嘴！婶婶，你别伤心了，我还有零花钱，一个金币，给你买小马甲。妈豆，婶婶不能要你的金币。婶婶屋外面还藏着小金库呢。还有，我戒指呢？埋哪儿了？哎呦喂！大晚上的干什么呢？没什么。好，挖地呀，我帮你。不用了。吴阿驴啊，你千万要告诉别人。哦。这里没有金戒指。哦，千万要。没有啊。没有。千万要告诉别人，这里没有金戒指。哎，那我是见人就告诉他这里没有金戒指呢，还是不告诉别人这里有金戒指呢？还是我不知道？这么晚了，在这叽里咕噜干什么呀？嘿嘿，阿姨妈呀，让我告诉你，这里没有金戒指。那是什么呀？哇！金戒指！阿姨妈呀，你有没有掉金戒指呀？
金戒指。什么金戒指啊？怎么回事？你们什么金戒指？啊啊、他们随便问问的。他们哪有什么戒指？哪有什么金戒指？难道这个是从天上掉下来的？要不这样吧，咱们把它呀捐给阿凡提的小图书馆。吵什么呢？阿姨妈，我非要说金戒指是他的。就是金戒指啊，已经换成了这些书，给孩子们办了个图书馆。你们，我的金戒指，又大又沉的金戒指，你们换了这些破书，你们太狠了。我的戒指啊，如果我现在告诉老爸戒指是我买的，他肯定会生气，而且戒指现在又被我弄丢了，他肯定会更生气，现在戒指又变成了书，他会更生气，说不定他真的会把我妈接回来。老婆，你一人这发什么呆呀？没什么。叔叔，为什么其他社区的同学都在说咱们阿巴西夫社区是个大宝藏，有好多金银珠宝？你跟谁说的？大家都在说呀。哎呦！白老爷，谁？我花驴，花驴啊！你吓死我了！你干嘛？你干嘛呢？我什么也没干。哦，挖地，我帮你。不要，挖驴啊！那个，我呀什么也没干，你呢什么也没看见。还有，你千万告诉别人，咱们阿巴幸福社区不是一个大宝藏，听清楚了吗？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走吧。哎，等，八爷老爷啊。怎么？我是见人就告诉他们，阿巴幸福社区不是大宝藏呢，还是不告诉他们阿巴幸福社区是大宝藏呢？哎呀，你就告诉别人，这个咱们这个阿巴幸福社区的这个主，你就把我给搅和乱了。哎，赶紧走，大晚上瞎溜达什么？快回家，走。八爷，你到外面看看，你把咱们社区祸害的到处都是洞啊！八爷老爷，您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呀？哦，翻地种田呐！哎呦，我也不容易呀、啊，我承受了多么大的心理压力和煎熬。哦，对了，你们千万告诉别人，咱们社区不是个大宝藏。哎呦，我明白了啊，也就是说，我们社区是个大宝藏。就像阿姨妈呀说的，没有金戒指，我却捡到了金戒指。哎呀，行了，别贫了，我还得去干活呢。哦，原来你是为了挖宝才打洞啊！哎呀，没有，不是。阿姨，土地里真正的财富不是金子，而是作物。金子呀，挖了就没有了。但是，植物生长，春种秋收，年年丰茂。你把咱们社区的植被都给破坏了，知不知道啊？孩子们，我们还是去把八亿挖的洞都填好啊，恢复咱们阿巴幸福社区原有的面貌。哎呀，好，不行啊，那我……哎呀，阿凡提，那不行啊，那就……八爷，你能不能保证以后不再打洞了？今天我们大家一共修补了101个洞。101个洞，不对呀，我只打了100个洞啊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一定是有人知道我们阿巴幸福社区是个大宝藏，也来挖宝。我决定，我们大家分成3组，每天轮流站岗，保卫我们阿巴幸福社区的大宝藏。老爸，咱们回家好不好啊？不，我要坚守宝藏。老爸，我就实话告诉你吧，
那个金戒指是我藏的小金库，我不小心掉了，结果让大家捡了去。咱们阿巴幸福社区根本就没什么宝藏。你说什么？金戒指是你的？嗯。我不信。为什么凭空会多出一个洞？一定是有人知道咱们阿巴幸福社区是个大宝藏，前来挖宝。老八，你别生气，我就告诉你，其实多出来的那个洞是我挖的。是你挖的？嗯。老婆，我实在是没想到啊，在阿巴幸福社区，我最大的敌人竟然是你！时光再倒退一次。